青春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青春制作人代表蔡徐坤。两年来，感谢你们在每一个冬天的支持，为无数训练生划亮了可以做梦的火柴，更让唱跳舞台多了许多不同的颜色。从今天起，想再次邀请你们来决定唱跳女团的新可能。我们不定义女生，不定义女团，请大家带着对 X 的无限想象，亲手选出2020年你们心目中最能代表女团的九位训练生吧。绽放。